Chifa.老板，点菜。你在干嘛？赏花。掌柜，你这店里好像有小虫叮人啊，染点艾草驱驱虫吧。是。怎么可能？我才打扫过。客人说有就有，哪那么多废话？快去点些艾草。作为阶下囚，扁大夫的心情着实不错。此花名为夜香，花开之时取其枝叶入药，有安神养气之功效。贤清兄，可要一试？敬谢不敏。哎呀，花儿因为我被嫌弃了。小昭言。我可是清白的。昭言，你又难受了吗？有一点，休息一下就好。小昭言，逞强可不是个好习惯。我看我们还是住下来好好休养两天吧。是啊，有明姑娘在，耽搁两天也没事的。麻烦还是单独给我开间房，我病发时喜静。从脉象上看，只是虚弱而已。我休息一下便好，不必管我。贤清前辈，麻烦你帮我倒杯水。小昭言，好好休息。昭言，你怎样？还好，没想到今日诅咒竟会接连发作两次。此时此刻，你仍不想寻找解除热害诅咒之法吗？你不会改变你的想法，我也不会。昭言，好好休息吧。方才你为洛昭言输了不少修为，莫要忘了自己这20年来是何种情形。他们兄妹身上本就耗费了我数百年修为，若是任他就此死去，我也多少有些不甘呢。未曾想你对人如此有爱心呢，世叔。小秀儿这是吃醋了。如此看来，我在小秀儿心中仍不同他人。不过比起韩江兄，还是望尘莫及吧。扁大夫，就请你在这儿好好待着吧。起，看好他，我去给你拿吃的。好。齐，又是我们两人独处了。
他认为以你的武力可以防止我脱逃，却不知我本应是你唯一的主人。什么主人啊？我不想再听你的话骗今朝了。落日不抓坏人那天晚上，你明明溜出去了，可不知为什么你不让我说，我就没法把这件事告诉别人。你到底耍了什么鬼把戏？七，这是你我的命运，虽然已与最初的设计有所不同，但仍不是你所能违背的。要是这个命运会害到今朝的话，我绝对不要。我们目前对他没有恶意，倒不如说发现他时我还有些窃喜，到了最后或许能由他来承担本该由我承担的罪孽。什么？好好享受当下吧，留给你的时间恐怕不多了。好了，刚才的话也不能告诉岳金钊，约好了？我不，我我知道了。金钊，快来吃饭。怎么，怕明姑娘还在生气？嗯，你能躲一辈子吗？明姑娘，前些天在落日部的时候，石方因为那个妖女和你起了冲突，一直很后悔，正想跟你道歉呢。我还没准备好啊。明姑娘，上次真是对不起了。七公子见那妖女貌美便心生怜惜，也是人之常情。事情已过多日，不必再放在心上。不是因为那个，我觉得就算硕玄姑娘是妖，她也没干什么坏事，不用对她下杀手吧。别多嘴。曲堂主，等他作恶后再出手，岂非为时已晚？这，金钊，你帮我说句话呀。怎么，月公子也对妖物情有独钟吗？明姑娘，我们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痛恨妖魔，大家都别再提妖魔的事，相安无事不是挺好？月公子所言不差，师叔。怎么，他们惹到我家小秀儿了？月公子想向你讨教妖物之事。是吗？气氛好像有点不对劲啊。啊，没有没有，趁这个机会探清他的底细也好。本来没有这个意思，不过明姑娘既然说了，我就请教一下吧。好啊，不如找小昭言一同聊聊如何？当然好。主动把洛兄牵扯进来，他什么意思？屈公子不是要吃饭吗？啊，是啊，好饿。掌柜，今天那个吃白食的家伙走得很早啊。你还想让他多白吃一点？哎，对了，今天来的那七位客人都住下了啊，你去客房也烧点艾草驱虫，免得人家抱怨。哎，
洛兄，你还醒着吗？小赵岩，我们可要进去了。啊，稍等。嗯？请进。洛兄已经睡下了，大家都这么熟了，随便披件衣服就行，不用穿得这么整齐嘛。习惯了，两位有什么事？洛兄还记得在落日部的时候，小赵岩，我是妖，你不正是想说此事吗？哼，你都说了，我还说什么？小赵岩害怕了吗？果然如此啊，其实我也隐有察觉。但自羚羊道相遇以来，前辈助我良多，我既然邀前辈一同上路，就不再存有猜疑之心。那倒是我没事找事儿。自数十年前的魔教之乱以来，神州不曾再有过因妖魔而起的灾乱，况且我洛家地处西域，对妖魔之事本就不如中原人在意。不过我有一疑问，明姑娘显示十分痛恨妖怪，不知为何却与前辈和平相处。想知道去问小秀儿吧。还是算了。洛兄继续休息吧，我们先走了。月兄，我想你和月姑娘的来历也不单纯吧。唉，我就知道该轮到我接家底了。我并无寻根究底之意，世上岂有毫无隐秘之人？只要心无恶意，便是朋友。洛兄，听你这句话，我们就是兄弟。好。不过，洛昭言，一路上宁可多花钱也要单住客房，而且从不和我们一同洗澡。加上刚才进屋前他的慌张，是不是兄弟怕是不好说呀。前辈，只要你不做有违良心之事，即便你是妖，你若有难，我也会誓死保你。小昭言，我可是要当真的哟。洛昭言，言出必行。真可爱。前辈，对了，小赵岩，以后叫我贤青便好。你对我的身份果然还是心存芥蒂啊。贤青兄，我绝无此意。洛兄好好休息吧。贤青，咱们以后就是好兄弟了。你放心吗？洛兄那么信任你，我当然也信任你了。他欺负你了？欺负？恐怕世上再找不到比我更安分的囚犯了吧。轮到我看着他了。月公子，你和月姑娘去休息吧。谢谢明姑娘。
到底怎么了？没有。刚才一堆事儿，都忘了给你拿饭了。你先去吃饭吧。洛兄，你真的没事了吗？没事了，我们继续赶路吧。烦请几位先把我们老三留下。清妃姐，小袁，你们来得好快啊。邪教的人。三哥，他们有没有欺负你？我帮你揍回来吧。小袁，记得出来前答应我什么了吗？就一下下，没得商量。两个人就敢来挑衅，看来来者不善。秦青，你觉得我们有几成胜算？胜算怕是不大，跑的话我自己倒是容易，带着你们一起跑便难了。这样，那我们只好拿他。本想同你们一道前去景安，不过他们找我定有要事，各位，我便不奉陪了。站住！金章，这怎么了？各位先静坐片刻吧，一刻钟后便可活动自如。扁大夫何时下的手？我们自认未曾松懈过对你的看。你们还记得在落日部时，我为了掩盖药味点了一炷香吗？我自己是早就习惯了，既然你们觉得呛，那便点炷香吧。那时的明心香本身无害，但却可长期潜伏于体内，与其他药物混合后便会产生各种药效。例如与艾草的气味相混合后，一天之内中招者一旦运功，便会在一刻钟内气力尽失。你居然在那时就想着要算计我们了。以防万一嘛。昭言身体不适也是你下的手？在客栈的那次是。哼，很好，我记住了。干嘛想欺负三哥？我揍你啊。瓶子里是解药，一刻钟后把它吃了就能彻底解除药性，提前服用后果自负哦。不是又算计我们吧？信不信全由你们，我们走。喂，我说你们，咱们来较量一下吧。小袁，我要生气了。别，二姐，我来了。站住！可恶，都已经快到景安了，竟然还被他逃走，可恶！现下是一点力气都没了，我们还是听话些，看着药性，是不是真的过一刻钟就会解罢了？好久不见呐，洛家主，看来你们确实是动弹不得了啊。高修，我记得你是附近堂那个
被我揍了一顿后逃跑的人。闭嘴！机要给我。你，嘘。洛家主，没想到吧？昨日我凑巧见你们走进客栈以后，便一直在等待报仇的机会。哦，明珠保佑，终于让我等到了。嗯，掌柜，今天那个吃白食的家伙走得很早啊。你还想让他多白吃一点？司长，咱们本来是说来救扁大人的，可是看刚才的情形，他自己就能脱身，都没给咱们表现的机会。而且扁大人好像对他们挺客气的，咱们是不是别动手好些？白痴，扁大人一向心慈手软，这些家伙差点害死本座，这仇非报不可。嘿嘿，你们现在手无缚鸡之力，本座要弄死你们那轻而易举。嗯，我想起来了，是你这小子诓的我们，就先拿你开刀，不许动金章。司长，银辉堡那是洛昭言的地盘，我只能听他的，现在这是您的地盘，您手下留情，以后我就跟着您干了。要不您先帮我解毒，我去杀了洛昭言给您看。本座听你放屁。这是什么鬼东西啊？啊，属下去看看。我去，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机关兵器吧？退后，退后！司长，这是机关兵器啊，咱们打不过的，跑吧！胡说！本座好不容易逮到报仇的机会，哪能就这么跑了？力气都没有了的。哦，原来是你小子在搞鬼啊。啊，捡呢？你再捡呢？就差一点。石方，高修，有本事冲我来。嘿嘿，你放心，本座收拾了他就对付你。小石方做得很好。滚。哎呀，杀，给本座杀。白痴，他们都中了毒，能有多少功力啊？上啊，上，给我上。真想看我还有多少功力。先请。哎呀妈呀，司长，我们跑吧跑吧。哎呦，撤，我们战略性撤退。哇，先请你好帅气。小月，你再夸奖两句我可会飘飘然。行行，难得小仙儿如此关心，史叔十分欣慰啊。都说祸害活千年，你还有心开玩笑，看来死不了。行亲兄，药性大概还要持续半刻钟，希望那些人千万别再回来。好像能运气了。
千青，你没事吧？他体内药性反噬，再不医治会导致修为大损。月公子，别乱还说一刻钟内吃解药后果自负，你为何要把解药给贤青？我本以为贤青是药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小秀儿如此关怀，师叔十分感动。你闭嘴。小昭言，你想去抓回扁罗环，医治你要紧。明姑娘，你去哪儿？找扁罗环，要医治之法。不错，我们走。别冲动，等我。他们多半不是对手。小锦昭，你们也去，至少你还知道进退。你小心些，半个时辰内我们一定回来。放心，我一定会揍他们一顿，给你和十方出气。这次真是伤得不轻了。